台南火车站附近的街友非常多，社会局在今年二月成立街友生活自立支援服务中心，在议员因爱打理的牵线之下，议员陈义丁、周丽丁、门下张嘉玲建筑师事务所捐赠一批物资给街友。毕竟街友的问题也是每个城市潜在的问题，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有这个社会局有这个方案，让我们街友可以在中继站沐浴休息。中继站刚刚成立，二月才成立，所以很多物质上还非常缺乏，而且很多民众其实不知道有这个中继站，所以很感谢我们建筑师事务所的爱心，然后捐赠了这一批将近40000块的物资。希望把这份爱能够传播到我们的社会大众里面，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街友，让我们的街友能够恢复他正常的生活，让社区能够接受，而且能够进一步的自立。社会局指出，这个所在是全台首创，免费提供街友洗身躯、洗衫、服住以及就业门下等整合性的服务中心，让街友两早回归社会。但一定议员表示，在立委陈天贵的支持之下，期盼能头前营业，让各界来关怀弱势族群。台南新闻台蔡宏报道。